满秋怀，手里你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鬼一人为师生死无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尘缘三界不分明难断，我要这铁棒碎我的我不管什么天庭，什么天条，什么仙妖不良力，我杨澜这辈子就跟定你石头了。就算最后我落得和我母亲一样的境地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记住，你还欠我一个承诺，所以你不能死。好了，都是你的错。记住，这是第三次了。前些日子，下界蓬莱国有一座山，唤作奇来山。山上有一石妖，周边的大批妖众都愿跟随他。此石妖颇有些灵性，若是没了，岂不可惜？我听说陛下已经派大军围剿这个石妖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只是那石妖祸害一方，为了一方生灵，朕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祸害？怎么个祸害法呀？那石妖神通广大，纠结了无数妖众，占山为王，不是礼仪，不敬天地，现在已成三界一祸害，恐怕假以时日便……山野中长成，没有人教授，陛下以为该如何呢？依老朽所见，只要稍加驯化，必不至于像陛下所说的那样。听闻仪中厅正缺一位正堂管事，不如就与了他吧。有了差事，他也必定会收敛收敛性子，不会再胡来。这下界妖孽招上天来，恐怕有所不妥吧。妖孽？怎么又成妖孽了？非人修岂不就是妖孽？那依飞龙将军所言，老夫也是妖孽了。
若说是妖孽，那老夫才是妖孽上天成仙的第一个吧。圣尊所言亦可，只是这石妖部署众多，祸害甚广，又狂妄至极，想要把他招上天来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听我们天庭调遣吧。陛下，这事儿您多虑了。其上天任职之后，祁来山方圆千里画地为牢，圈内祁来山所部不许出，圈外天庭大军不许入，如此相安无事，想必那石妖也会应允的。天王，大军已备妥，只等陛下下令。报。启禀天王，飞龙将军令在下传话，陛下正与圣尊于庭院喝茶，令将军去取玉玺泥纸，所以将军未能前来。哦，陛下要在院中拟旨吗？这倒是个稀奇事情。爹，我们不是托他让他询问陛下，好让我们早点出征吗？不好，情形有变。有变？所有化神境以上天将听令，在，即刻随我去祁来山，剿灭石妖，不得有误。是。陛下可是觉得不妥啊？非也，只是若那石妖的属部抗旨，离开祁来山千里范围之外，该如何处置呢？那就派天军就地处决，陛下意为如何？如此亦可。飞龙传旨吧。是。慢，陛下，老朽以为还是派太白纪星去宣旨吧。北辰呐，北辰，不是老夫要害你，连圣尊都要救那石妖，怪只怪你运气不好，白签了一份认罪状。天意，天意呀！快点，哎，步步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快快快，步步快，哎哎哎，人呢？顾天王人呢？回星星的话，顾天王他们先行出发了，留下我们备急辎重，稍后出发。出发了？嗯，可陛下才。都快点，是，快点，都快点。莫非是飞龙？身受重伤，若再强用灵力，恐会有损修为。修为？修为莫非还经得起生死吗？还管什么修为？为将者，战死沙场是荣耀。天庭根本没把你当回事。你的霓裳已经不在人世，用你毕生的修为，换我祁来山众妖的命。你觉得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不是你一只妖能够了解的。元帅，冰虫簪封住自己的伤势，激发潜能。
但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过后伤就会更重。你我各为其主，但我真的很想杀了你，真的很想把你碎尸万段。你来干这干这干好久没站这么痛快了，不错嘛，就是人多了点儿，传出去丢人。怎么，想亲自动手取我性命吗？你是个很强的对手，我再给你100年。
就算倾巢而出，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但是。 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就算我不杀你，他们也会把你杀了。最终你会被自己的信仰背叛，被除去仙籍。 我还真想看看那时候你是什么嘴脸。我被贬入凡间，早已成定局，是生是死，无关痛痒。快把他杀了！太白吉星说了，他会为你请功的。哎，我们来了！我们来了！我们来了！ 迟了！谁也不准动那石妖！停手！停手！圣旨到！ 齐来山磐石及天庭诸将皆旨，奉天承运至真上皇天地诏曰：今有东升之州齐来山石妖，及天地灵气而生，却生性顽劣，不敬天地。朕念其生于山，长于野，无人教授，特赦免其罪。 受遗中坚一职，收为天官，望今后端正其身，不得再有妄为之事。令即日起，非朕允齐来山石妖旧部不得擅离齐来山方圆千里，天庭各军。 已不准擅入齐来山，钦此。受我遗中坚一职，收为天官。臣，磐石，林志贤。 就能获胜，只要再一会儿。我们死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答应过我的，这是陛下的旨意，也是圣尊的意思。 那么多兄弟，你们答应过我们，你们答应过我们的。 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这是安慰人的话吗？哎。
你不怕被他们看见呀？看就看见呗，你现在在天庭是有正职的了，堂堂蓝山圣母跟你站在一起怎么了？不能聊正事儿？还正职呢？只是天庭的缓兵之计而已。那怎么了呀？不管大小，当官就行。哼，你说咱们俩聊什么公事啊？适合你到蓝山纵情撒野吗？你来劲了是不是？小心点，你给我谭石，恭喜你！大王来！大王来！大王来！奉天承运，至真上皇天地诏曰：天河军大元帅北辰为图军功，知法犯法，滥用温水，荼毒凡间黎民苍生，罪大恶极，责令将其革去职务，收入天牢。这座天牢里面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、罪恶滔天的仙家，从来没有哪个囚徒从这里出去过。北辰元帅，你休想重见天日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元帅。拿着，那是温水，待下借去，伺机交给双玉山六妖王中的恶蛟王。北辰在本尊的推动下，已经走上了他该走的路，接下来就轮到那个石妖了。来看看石妖的命盘，第一步，幽泉谷。第二步，奇来山。第三步，当石妖走完了第三步，这天道石就会完全愈合，本尊吞噬天道，宏图霸业即将实现。师父，现在圣尊已经出手左右了天庭，封小师弟为仪中监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？我们要随时探查磐石的行动，探查圣尊到底意欲何为。对了，这个温水只有天庭方能配置，顺着这个线索查一查，温水案到底是何人所为。
如今咱们祁连山成了妖精的乐园了。对，韩元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乐土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 干杯！是啊，哎，好，干杯！干嘛呀你？喝药？就喝一口吧。你不行，你打我！听我的，六妖王，六妖王打进来了。跪下！杀了他！哎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杀他！哎呀，过来！哎，让你看着他，你还看出感情来了？听说你没有回北海妖。 我还以为你跑哪儿去了呢，原来是去双羽山找六妖王来害我。误会，误会，我是你大舅子的小舅子，我怎么可能害自己人呢？还说没有，哼，看我们拿了你的丹药没有跟祁连山宣战，都给我们献桌子了。胡说，我是想弄死那条臭虫，我是想弄鬼头虫，我没想过害祁连山，更没想过害你。可是你因为记恨退婚一事想杀了鬼头虫。 但鬼头虫人家是祁连山的人嘛，你就骗我们把祁连山一块给端了，大声说出来，是不是？说，是。始王，我们本想趁着天河军中了温毒的时候大举进攻，都是他耽误了战机，让我们没能出兵祁连山。今天带着兄弟们到祁连山前来致歉，还望始王见谅。 见谅，胡说！我在双羽山就被你们给绑了，我怎么可能？他们在当陷害我。石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这种人杀了算了。拉下去。石哥，石哥，石哥，我真没要害你啊！杨兰姐，你得救我，你答应我三姐要保护我的。带走。走。我姐夫是安海神杨言，你们杀了我，谁都别想活。带走。易中间。 你刚吃了易中间，你就要杀我，天庭不会饶了你的。谢谢诸位，帮我把他给捆回来。若是放任他在我背后继续放冷箭，说不准哪一天要出大事呢。感谢感谢啊！哪里哪里啊！这祁连山和双羽山本是结盟。 这次我听到祁连山被攻打的消息之后，迅速带领我的兄弟点齐人马前来助战。虽然没有参加到这场重头戏，但是还要恭祝始王荣升，仪中艰难。恭喜始王，恭喜始王。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刺耳啊？始王，承您的面子，听说。 这祁连山千里之内，天河军进入，可否我们兄弟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留下来。好，我看你们几个实力也不差。如果我能像黑魔王你这样有一帮好兄弟，这战局也不至于损失那么惨重啊。哎呀，我拒绝了之前黑魔王结盟的好意，如今想起来。 还真有点后悔莫及。始王，不如这样，你还有鬼头虫，还有我们六兄弟，我们结拜兄弟如何呀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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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是大哥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呀。嗯，好。你没病吧？跟这帮孙子结拜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说到底。 咱们都是妖，都是一条船上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嘛。而且我们祁连山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接下来还说不准有多少的劫难。
我们需要有新的力量加入，没必要跟自己的命置气啊。就是，那既然如此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今天就结拜吧。就今天。大哥，之前呢，二妹啊，不，现在是三妹了啊。之前三妹呢，在恶龙潭的时候，对大哥多有冒犯，但是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今天我们结拜了，希望大哥您冰释前嫌，以后呢，同舟共济，怎么样啊？同舟共济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，让你活到现在，我看也差不多了。石王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过你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，老袁、小黄，还有在恶龙潭死去的那帮兄弟，可饶不了你。你呀！你是不是以为我和北辰大战受重伤，就没有力气杀你了？不要杀我，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！你知道的，你需要我们，婷婷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我需要你死！会跟你们讲信用吗？结盟，我去你的结盟！真以为我是纸老虎啊？小黑，以后结盟的事儿就别再提了。我齐来山若有事，你跑快点，冲最前头，比什么都实际。哎呀，这胶血比天兵的血要臭多了。乙苏，在。回去给我准备热水洗一洗。是。你刚才说同意我们入伙，还算不算数啊？算吧，但不包括你们五个。我也不想做得太绝。你们五个嘛，千里范围南展之州，我还有个小角落，就给你们了。这这哎。北哥，进来吧。啊！重伤未愈，又强行动武，你当你有几条命啊？还有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万一他们记仇找我麻烦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自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吃了吧。仙腰不两立，恐怕你以后在天庭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还是养伤要紧。你不怪我？怪你什么？我和你哥一样，归顺天庭了。那不一样，现在的齐来山还没有能力跟天庭对抗，你这是缓兵之计，可以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哦，对了，这些。是给你准备的衣服，
你在天庭啊，别邋邋遢遢的，给我们齐来山丢人。本大王就算邋里邋遢的，也能迷倒万千少女。嗯，你这蓝山圣母，不也没有嫌弃我邋遢吗？谁说我不嫌弃你了？嫌弃你还为我做那么多？这蓝山圣母，好度量啊！你去试衣服了。但这天官有官服的嘛，准备这些不多此一举吗？不喜欢啊，那算了。哎，我要你做的衣服，我最喜欢。哎呦，哇，这披风漂亮啊，不仅能遮风，还能挡雨，还能这样。不过天庭可没有蓝山圣母这样的奇女子，怕是这作用用不上。我们相识十几年，这是第一次分别。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你一个人独守齐来山，恐怕很难熬。想什么呢你？满脑子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正好是我们发展的好机会。这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组织数万的妖军，这是天河军做不到的。所以呢，你就拖延时间，我呢就壮大我们的妖军。记住，时间越久越好。嗯，放心吧，不就做个仪中间吗？小意思，确实正合我意啊。我一定死皮赖脸的赖在天庭，给齐来山争取更多时间。我们和天河军这一仗还没有结束，北辰这次输就输在天庭众仙的搅和，依着他要承认温水案才肯出兵救援，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好运气。但这天庭众仙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可以为我们所用，我们这次上天庭就要趁机摸清他们的纠葛，再加以利用。还有那陷害我用温水的人，我一定要把他给救出来。你在天上应该会有很多仙家不愿你待吧？嗯，这个是天庭地图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还有这个是幽泉师伯的连读，你也拿去，一定要随时联系，就算是没事你也得给我报个平安。还有你被封为仪中间的事情是无极圣尊促成的，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原因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我会的。圣旨到，请辞。什么？这天庭要许封灵仙娥之职？正是啊，还请仪中间和风铃仙娥一同上天庭报道。天庭为什么要赐他仙子衔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，磐石，但是可以陪你去天庭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走吧，仪中间，一同上天庭任职吧。师哥，保重。嗯。师父大人，你怎么了？这天上的地面居然也跟地下一样啊！我这就是九天门啊，真够气派的。介绍一下，这里呢就是九天门了，过了这道九天门便是天庭，没有守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们呢在天庭任职，除非是特别的职务，谁也不准通过九天门下到凡间去，否则就触犯天条了。你
一中间，你寻常仙娥，这都不是什么特别的职务。我这么说吧，过了这道九天门，凡间的事儿就不要想了。这么严重？那这上天任职跟坐牢没什么区别吗？那你们是做神仙呢，神仙岂是囚徒可以比的？不要妄言哦。哎，对了，这神仙当烦了能不当吗？不行啊，原来这是让我上天坐牢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站住！住手！陛下已封他为仪中监，与我们同在天庭为天官，不要再以下贱妖王的方式对待他。退下！退下！耽误了陛下召见的时辰，你们谁担待得起？退下！这里呢，就是，哎，你们怎么手牵着手呢？他没灵力了，我不牵他怎么上来？瞬间的火焰。